这辫子先别拿，推过来再拿。嗯。这样它不容易倒罐，我们试试啊。好的。等它推过来再拿试试。不行，这样子要是就拿的时候它也得这么拿啊。嗯。就是因为你现在是倒的，要是满的话它就不会了啊。就这样子，生产的时候就这样，啊，这样。再推一头哈，再推一头，还照一下不？还可以摆。
多了。嗯。